异性女团 Brave Girls 今年二月离开前东家 Brave 娱乐之后，全员四月迁入华纳音乐，改团名 BB Girls 重新出发。昨天正式公开 BB Girls 的官方社群以及全新 logo 与成员形象照。所有成员展现魅惑的氛围，散发充满自信的眼神与强大存在感。形象照公开后，吸引大批网友朝圣，更大赞比起先前的造型，质感和气质完全提升。目前 BB Girls 正在以夏天回归为目标努力中，并预计八月初回归。不少粉丝对 BB Girls 新的开始都相当期待，纷纷表示这次一定要长长久久走花路。